您的餐点已送达。您的餐点已送达。您的餐点已送达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个人独享餐》，我是小皮编。《个人独享餐》是由独享数位文化所推出的 Podcast， 以会诊考试资讯的主餐，搭配如点心般能轻松吸收的迷你单元，为考生们准备一份满足备考必须的独享套餐。今天这集是试播集，我们的第一集会在10月4号正式播出，时间为隔周三更新，也就是双周更新一集。第一季呢，预计会有5集，至于包含什么样的内容，就让我小皮编稍微来跟各位读者及听众们爆雷一下吧。除了有邀请独享老师及作者的人物专访单元《读你想知道》，也有专门针对实务判决做精华整理的单元《Just Do It》，当然还少不了由作者带领你抓真点及解题的单元《真的好解》。另外，我们也会推出跟考试没关系，就是有关系的迷你单元《法宝袋》，像是告诉你考试要拜哪间庙最灵验，或是小编们私藏的考试用具大公开。说不定哪天还会听到冠老板亲自现身说法，他用极短时间就当上老板的事业成功经验谈哦。也非常欢迎大家敲碗有兴趣的主题让我们知道，期待之后能带给大家更多元又有趣的内容啊。不能再透露更多了，记得10月4号收听第一集，订阅起来才不会漏掉每次的更新哦。谢谢大家的收听，个人独享餐，我们第一集见。